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么来继续前往主线了。好，开封郊外的必经之路。那我知道放哪边啊？这个吧，这个，这个。原来是你在压着这批货，我还以为他忙着追王忠那疯老头去了。嗯，你是楼里的那个小子。哎，如果说王忠，哦，这边应该本来就遇到云玉儿是不是？在那个，哦，对对对，本来就会了。别碍事，小的，算你运气不好啊！嘿，哦，蛮强的。嚯！嘿，嚯！嘿，可别倒下了，你少看我一手指了，臭小子！金姐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金姐。轻点，嘿，哼，别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妈妈过来了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我很久没用这招了，可别倒下了哦！嘿，呀，接招啊！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，妈妈过来了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呀，轻点，帅！你小看魔女九尺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，呀，破！轻点，我让你阻碍教主的大业！嘿。
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！轻点！呀！接招吧！可别倒下了哦！轻点！别闪过！你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！没脑中！浪费！轻点！轻点！轻点！你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！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！哼！呀！哼！可别倒下了哦！哼！呀！别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太大意了。轻点，可别倒下了。嗯，应该不用。别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。呀呀，可别倒下了。可别倒下了。跳下去了，嘿，别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，好痛，呀，嘿，有机可乘，还好躲掉，别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轻点，碰。可恶，没闪过，气死我了，跳下去啊，没有买那个药真是。别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，没力，轻点，哎呀，太大意了，可别倒下了哦！轻点，你小看魔尼九使了，臭小子！哦，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哼，兽首玉佩。下了不完整的三生三世印，我沈娘说此毒当今无药可解。这果然还是留不得。好，啊，对好，我有队友可以用，都忘记了，按 Q 键都可以使用啊。好，然后据说这边，想一下哦，神秘老人，这边其实要。武功练好一点再过去的啊。
不过现在不管他这么多了，想说一次把它解决，不要跳来跳去的，很烦。好，再存档。然后等一下。体力下降，好像都没什么强的哈。刑法的话，好，这样。怕屁哦！陈彪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会让那营业额给跑了？徐彪士，你把事情经过再说一次吧。一生都不肯被解决的，没有。不过，当时我正在注意仓库内的情况，或许是听漏了。打晕火红哥，放走林雨儿。可是他女儿啊，冯二哥，李彪师不是内贼所杀的，李彪师不是内贼所杀的。看守林玉儿的冯二哥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
其他地方都找到了。很不有，坐标失坠可疑。其实都也都不可疑啊。因为门声那个开门声大声。最好是，然后延的话会怎样吗？好，不能给就对了。日记产业。好，都收挂完整，存个档，看一下，看起来就他女儿会放啊，看一下，这边又出事的是郑镖师，然后。缝人帛，断掉麻绳，钢化，陈妮妮。好，郑镖师。郑镖师，
或许有人对他说了什么。嗯，林玉儿在叫唤什么？断掉的当麻绳，未干的话，哦，是刚才那个吧？哇，所以应该是主角去洞察古道吧。哇，那延禧跟着还得了？嗯，走哪里呢？壳子。这边不能玩，因为这边玩的话，就会追思他们，所以要走正，直接走上去的地方。打最高。
得到成就哦。哦，一百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都猜得到。可是我列传这些没打开啊，算了。不值得一看，所以要从哪边？右边吗？让我失望。要走右了。这右太长了吧。古代人是唧唧歪歪的。杂草丛生，好像叫草人走过杂草，却意外是出路。杂草丛生哪边啊？右边也像，左边也像。哇哩嘞！左边，左边草比较多啊。杂草丛生，追上他们了！想往哪逃？哇，延禧。被控制的夏莲仪，哇，这也是我竟然杀了二师弟。只是这世上没人知道配方而已。哇，林玉儿这左边的波琴哪还跟着动？哇，做得太好了吧！像人鱼把他都给我杀了。哇，竟然顾全我们会自刎而死。想不到姓夏这么有骨气，竟敢自刎而死。早知道说什么都应该留着。教主大人最欣赏有骨气的男人了，有骨气的人了。可恶，你这种害人！你不要拿林姐姐。咦，教主超想说你去办个事，怎么下落不明？原来你在这，真是办事不牢，竟连个性都变了，真是麻烦。我又不是你的保姆。这镖局臭的要命，害我们一直被关在艾希体内，现在总算是出来了。既然出来，就快来帮我，好完成教主交代的事任务吧。尽管吩咐吧，我闷好久了。言乐，那就是把他们全部砍死也没关系了，太棒了。阿喜，你这养女叫阿喜做了什么？严了，等到我等到你啊！今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当初是陈野七婆把我关在镖局里的吧？我要怎么报答他才好呢？诶，不对啊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我在小溪村找玉佩时，明明砍死你了。你说什么？砍死？诶，你放心，我没事的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，没阻止魔女家的恶行之前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想不到你被我捅入大窟窿还能活着。
真想知道到底砍几刀你才会去见阎王，光想就好有趣。阿喜你怎么了？我是你姐姐啊。我不是阿喜，我叫阎乐。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阿喜了，快点往后退，这就交给我们吧。阿喜还刚才护着我，快恢复原本的样子吧。我认识的阿喜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乖孩子，才不像你一样对我们大乱乡下的坏孩子。坏孩子，糟了，这家伙好像不对劲，你们通通退到我身后，快！安心吧，我已经不是小西村那时候的我了。放心，可以的话就帮我解决那魔灵教教主吧。好吧，他们交给我，你千万小心。我身上可有把我平安一世的小金佛呢。严怒，谁是坏孩子？我不是。你们才是坏孩子，坏孩子通通去死，拿命来。好，今天我就要替沈娘报仇。臭小子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。这是用天机刀法一定可以打赢。有机可乘，有机可乘。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没想过小船灰烬吧，去死吧。刀法对刀法，你现在瞧不起我吗？小船灰烬吧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哇塞，臭小子，去死吧。妈妈过来了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臭小子，哼，哦，刀法好用多了，冰打火真好用。想要动静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小城灰烬吧，爽。放马过来吧，臭小子，让你试我的力。不，臭小子，你现在瞧不起我吗？小城灰烬吧。这天气刀法真的很好用。臭小子，哎呀，太棒了！臭小子。臭小子，臭小子，爽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臭小子，哎，没中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臭小子，呀，哎呀，去死吧。接招吧，臭小子。可恶，没想过。先回去。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陈天在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有机可乘。小城灰烬吧。接招吧，臭小子。臭小子，小城灰烬吧！哦，不想要动静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小城灰烬吧！跑快跑快跑！去死吧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有机可乘。哇塞，很会躲啊！接招吧！哇！直接冲过来砍我！沈阳，我终于替你报仇了。孙子兵法。全身都好痛。
哦，所以冯仁博没死哦。好感度已经破表了。毒药风波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找炎乐做他的支线了。嗯，所以开封这边的主线暂时是告一段落了。好，我们先去找那个赵生，那我们再去解炎乐支线。那我们这一集也就到这边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哦，潜入皇宫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到这边好了。喜欢频道的话呢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脚的订阅呢，我跟你让这个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收看，拜拜。